大家好，我是维生，现在是晚上8:30的时间，现在我的位置在天意星河队，目前一家新开的广场，开业时间的话是第3天，最近这里人气比较旺，所以过来打卡。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车位难求，人气超好吧，现在准备去探索打卡一下。它这边的一个艺术设计还有建筑，算是整体的商场的风格算是比较新颖，比较时尚，给我的第一感觉还算蛮不错。现在上2楼看一下。它这边的话有4楼，对，色调是白色基调，它的灯光打在地板上的话非常的有艺术感，拍出来效果应该会非常棒。今晚的戏引了很多一些人流过来，都是慕名而来的，对。今天的一个打卡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设计还算比较新颖，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，对。